我家小红娘来了，赶紧接了，要不然土上猴红可要生气了。谁在说话？这脸蛋的妆容好精致，这个红红一定不凶，反而很温柔的感觉。这身材真的是绝了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惹丫丫姐，要不然这种天气非把你给冻傻了。你身上有猴年烟火气，我也因此喜欢上人间。蓉蓉的头发应该算得上史上最强的绿色头发了，不过蓉老板不眯眼睛的话是没有灵魂的。那约定好了，下辈子我们一定要再相见。好可爱，很还原，特别是他手上的棒棒糖。天晴朗，好风光，若你不在身旁，那上苍穷又怎样？人和妖可以续缘，但是人和人却不可以。怀竹虽为妾，霸业未有妻。一见钟情的原因，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只有你才能救我命，左右相持，俯拥小半地平。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？可不可以来了解我的？又吃了一锅狗粮，而且还吃了这么多，你们都认识是哪几对情侣吗？未完待续。